地界，风水真经。十方圣地圣，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莲座上各圣众亲，当上历代祖先，当下无缘诸世英灵，及十方法界有缘无缘、有情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咱这节吼，继续过来讲这个风水真经吼，关于阴体风水学吼。现在咧已经讲到，咱阴体啊，吼，阴体，哈，咱着死了后咧，位倒去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好，咱死了后咧，要抬头下，啊，是要当西方极乐世界。好，咱一个灵魂在咧尔，咱的身体咧，一旦呐未喘气、无作用的时啊，那车害去啊，车害去都去报废、报废。啊、哦！一旦车若害咧，吼、哦，咱咧就是爱换车咯。有个人较紧咧，一百天来去投胎；有个人较慢咧，一百年也未投胎，吼、哦，几啊代未投胎。所以咱若看个人姻缘，但是啊，无论对种个姻缘呐，吼、哦、嘛好，咱想要紧咧，会当了脱生死，吼、哦、了脱生死，咱个灵魂呐、啊，吼、哦、上好咧。对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入去，咱的耶稣来讲，就是对天国去，对天国。哈，咱啊道家来讲呢，咱嘛对天界去。事实呢，咱的本来家呢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咱有一个家。哈，咱是无了解咱的家是什么款呢？那么呢，咱就即摆呢，渐渐呢，拢来甲各位介绍，哈，介绍佛所讲的，哈。西方叫做世界，咱等于家是甚物款嘞？好，咱总是要等于家嘞，袂使清清菜菜所讲的尔。好，所讲的结果等于呢，半路嘞，你现在认了也叫咱的厝，结果唔对去啊。好，咱的家嘞，等于家嘞，好这个家庭啊，好甚物款嘞？好，而且呢，厝前厝后，好水底下树啊，甚物款的呢？好，咱呢爱甲各位讲就真详细。所以咱的佛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佛啊真慈悲，哈、哦，甲开始啊，甲阿难开始，哈、哦，咱搁刷来咧，就过来讲，顶节咧就波网，哈、哦、网啊，哈、哦，现在咧就讲这个啊莲花献佛，哈、哦、莲花献佛，佛地入教，佛眼阿弥陀佛擦中，哈、哦。众宝莲华周遍世界，好、哦、一宝华百千万叶，奇华光明无量十色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现五诸智之色，其光也然啊！为要患难明了日月，哈、哦、一华中。出三十六八千亿光啊！一光中出三十六八，哈、啊、千亿佛，其身皆知金色，上好殊德啊！一诸佛有放八千光明啊，普为十方众生说微妙法，如是诸佛啊，各国安立无量众生以佛净。都好，这就是跟你讲，西方叫做世界这莲花是什么形的呢？好，佛跟你开始，
哟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！众宝莲花啊，周遍世界，所谓宝的莲花啊，哈，周遍所谓世界。现在都莲花结出啦，好，咱市里啊，好，这莲花啊，好啊，阿感觉真的今年开了较少，好，可能师傅今年较无，老师较无修行法，所以莲花啦，拢鱼仔食好了，剩无几丛，好啊，所以拢摕来插，摕来插较紧啦，好，毕竟较紧。哦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，迄水池内底拢莲花，足大蕊的，哈，真大蕊。好，一日宝花，这宝花百千许，这花呐，一百一千许，足大足大嘞，对。哈，这个花嘞，光明无量十色啊，光明的这花嘞是确实真水，无法度去形容，哈，无法度形容。青色的花就青色光，咱家正等于咱正一张紫色的光。色的花开起来是确实真奥妙，好，咱家嘛是紫色的花，好嘛黄色嘛有，好，所以白色的就白光咧，白的光，好黄色的黄的光，好紫色的红色的，各种的拢同款，拢同款的光，这花这花啊，一光啊非常的光明灿烂，哈。明耀一冠，啊，甲日头月亮同款，遐尼的灿烂，甲日头月亮同款灿烂。一日的花中出36亿8,36,8,000亿个光，每一蕊莲花呢，出一光啊，几啊千亿万粒一光接起来，哪是太阳的光？几啊千亿百万一光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哈，一直每一个光中间啊，拢有一个佛，拢有一个佛。其实啊，该紫金色的每个心啊，拢是紫金色的。哈，上好特殊啊，上好真个特殊啊。哈，这个花啊，哈，这非常的特殊的对。啊，一日诸佛啊，哈，诸佛又放出8,000光。好，这莲花啊，这个现出的光啊，咱只看谢谢。若是你若用我这个透视眼甲看，这个莲花呢，每一粒花内底呢，有偌济如来，恁怎知？敢若花粉内底如来的，不可思议啊！好，所以放出8,000光光明啊，普为十方众生说的，我得为这十方的众生呢，说这妙法，说这妙法。哈，如是诸佛啦，各国安立无量众生于佛净土啊！像遐尼遐尼济个佛啦，每个人每个佛啦，拢各国安立无量众生于佛净土，拢安立无量众生于佛的净土，就是安众生的心。伊甲咱讲，就所谓众生的心啊，拢有一挂起烦恼心。不满的颠颠倒倒的心，所以要给咱安立嘛，安立，好咱安咱的心嘛。在这里叫做无量众生啊，的佛道，的佛净土啊。新装潢，新风貌，新体验。啥都过来，啥众生呢？各种的烦恼。各种的烦恼所发生的，让咱心不安的佛啦，拢是真正的慈悲。佛真正慈悲啦，把咱安了心了，咱伫佛的正道面顶，觉的正道。啥都佛的，就是觉悟者。把咱讲，咱每个人啊，爱学习觉悟的人。你看佛啦。还是一挂出家的菩萨啦，出家是会修尼姑，有修行啊了，因咧行路咧，非常安详，无惊惊吓吓，无目睭安尼四界看，啊因咧你看拢看是头前，因咧心都清净的向内观啊，无时间拢看外口诶，外口所看拢暂时诶尔，拢暂时都失咧，亏就失咧，那就毁着着。好，甲你讲内心才是真真正正家己的，那无咧，其他拢是虚花的，虚花。
真紧就消失了。虽然讲现在所看这莲花遮水，但是咧，真紧咧，过一点钟后咧，这莲花是谢呀。嘿，真简单，因为是无常。但是因为这属咱的是啥？咱的心，咱的觉悟的心。有一届咱一个信徒，伊就真正欢喜啊！伊甲我讲啊，老师啊，我一块地吼，想要来卖。卖咧，差不多四五十亿。我讲你足善，你知影无？伊讲哪善？哦，我做我甲老家财产花有好、哦。啊，我咧做我啥人？你捌咧无？我嘛唔捌咧，一打一个老花，伊也唔知哦。好，啥人老花伊唔知，但是伊有四五十亿。啊，伊咧都是中卫区啊，中卫咧卖咧四五十亿。我讲你吼，这钱你唔知要哪开啦，所以你足善咧。我不要来啉，哈哈，啉酒偌好啉，一缸一罐都 SO 啦，五千块啦，啉一罐你醉几下缸啊？啊，你一缸啉一杯啦，啊，你的酒量啊就无法度，你艰苦济我，你含啉你就歹啉啊啦。哟哟，我有影嘞，我不要食沙司面，哈，沙司面你食伤济了，你会漏屎。伊讲我昨暗才漏屎尔，昨暗才漏屎，想讲要个食的都救本嘞。哦吼，啊，伊讲暗暝未食嘞，我吓。好，我不要来佚佗，哈！你无你苗佚佗，你拜卡，吼、哦！一关就关就拜卡嘞，嘿，拜卡人有顶多福嘞，啊！伊转嘞，我佚佗也无意思，人闭关了，我都闭关，好、哦。啊！你讲无啊，坐飞轮机来游览，哈！飞轮机嘞，你语言就未通啊啦，啊！出去嘞，你反正弄唔到嘞，你出财产怎样啦？三公四公讲到未啦？老师，我开始作善嘞，我以后作善嘞。非常善女啊，无路好走，全唔捌。我讲上好呀，人是带种两种，两种好呀，一种好呀，就是讲，伊咧真有智慧，看会开，哈，看会开咧，写会字，上好呀，哈。第二咧，身体健康，会好呀，哈。啊，是你这心上安啊，知足啊，这上好呀。你讲恁老师这两项哦，我拢无，所以我无好呀。我是作善，名声有谈啊，这重要了嘞。我若无去种菜嘞，政府讲要征收空地税，看要安怎？我想说你比较较善，我这钱借罔借罔借吼，我罔去罔去嘞吼，我感觉我足好呀，我免烦恼的，你会烦恼。所以这个信徒咧，伊叫阮老师有影，我是确实真善，我如何才会好呀？我足简单嘞，去甲佛祖做朋友，佛祖伊也捌我，佛祖伊也捌我，我若要做朋友，我佛祖是来甲你做朋友啊！你困，伊就困，爬起来，伊就困，爬起来。你放屎，佛祖甲你放屎，食饭甲你食饭，无欢喜甲你无欢喜，笑甲你笑。哪有可能？佛祖，我是什么角色尔？喏，对我身躯边，这安尼，哪会对？我对啊，我佛祖伫咧心肝内咧，佛伫咧心肝内咧。你爱有念阿弥陀佛啦，你就靠过来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会足好呀咧。伊就哈哈，我知啊，莫怪我，你讲佛祖，我放屎甲放屎，对我咧念阿弥陀佛就佛啦。你念阿弥陀佛的人，你阿摆就阿弥陀佛。各位记哩，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咱死了后，咱就阿弥陀佛啦。吼、哦，你哎呦，我足气你哦，我爱你爱你袂着哦，我好恨你哦，哈哈，我跟你讲，你死了比怨恨鬼，我你恨的鬼，你就一定安尼来。吼、哦，所以我讲你安尼来，念佛你就足好呀。搞咩啊？照我讲的意思啊，一直念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念，哎呦，我念这无什么意思啦，干那这四念足好念的，简单，哪有啥？他都给我锁起来，锁起来，伊讲啊，老师啊，阿弥南无阿弥陀佛，六字足无意思啦，我无念四字够哈无意思，哈，简单，你若要有意思哦，金刚经读一遍，阿弥陀经你再读一遍，但是我唔捌字。吼、哦，阿、啊、你确实有善，善个确实有出呢。
好、哦，所以这个信徒啊，好啦，我就等下往阿弥陀佛往念啦，往念啦，嘿，三念四念念是怎嘛？暗时的吼，迷茫叫跪着，迷茫叫跪着，惊家了，我第二念阿弥陀佛跪着无呀？好，阿弥陀佛念念念念的，一只精神呢，哈、哦，一整天厝的人呢，阿都讲你写念啥？好、哦，爸爸你念念啥？你是干啥？好、哦，我个个跪着。贵族哦，足恐怖啦！啊，我阿爸连阿弥陀佛都无呀了。好，一早安尼开始就可能是，啊，都过一些过困呢，阿未听困个，又过来叫。好，开始就开始，迄阵秒就要念阿弥陀。我钱给你，爱钱头就给你啦。梦梦中嘞，你干了要话，干人讲要钱给人，啊，干了要照着不可。啊，人歪啦，钱歪啦，啊，都一个念阿弥陀佛，又过走呀。啊，遐囝来去巴黎送啥？你要要钱予人？嘿啊！哦，迄种哦要爱钱，要爱钱，我就直接算开，我就遐侪钱呢。啊，结果算都算无，都算无，六点钱还无，无钱就无。好，准备算开算无啊？那么呢？伊只开始个念阿弥陀佛，又个走呀。所以啊，咱人啊，真正上好个啥？念佛上好呀！啊，这信这信徒嘞，伊昨下开始念佛，即摆咪要做虔诚的念佛。好，伊啊，一念佛的时候，未记财产，未记财产，人家讲足好呀，伊的好呀，比财产更好呀，更好呀。伊人家讲，伊有法当去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了，坐一位都比伊财产较济，坐一位比财产较济了，坐一位都。伊世间的财产，伊个体验讲，我世间的财产正济来讲个，我哩阿弥陀佛的世界，我那话坐一位的本一位吼，我就比世间的搁较好呀。你看，各位善知识，在座听经文法的，即阿婆阿姆阿公啊，咱偌好呀，善讲是作善的，啊上善呢，好，那上善有开悟的人嘛，上好呀。好，上好呀！人若无开悟咧，上善，上善。好，那是咱要念佛、要修行、要念佛的人啊，那是上好呀。上叫做世界，咱所去的全金啊，土卡是金啊，就你打。好，你若我去到遐，你何里坐就坐伫金啊堆同款。伫世界的钱，孙中山先生啊，写周东新先生啊，上叫做世界，伊毋捌周东新。哈、哦，孙妈孙中山这是啊，妈这里好多这美国啥华盛顿啊，啥人，妈妈啊，英国女皇这相片也嘛的，想叫了世界去讲阿弥陀佛，这是咱家己的所在。好、哦，所以咱要念佛的人都是佛，咱有念佛的心，咱的心都是佛，咱要念佛。咱的心就是佛，咱的心要念佛，咱的念佛，咱的心要念佛，咱的心就佛啦。要不要对吹呢？所以要念佛的人上好，也就是安尼来。慧心论坛，几年前，咱一个信徒，啊，伊要死啊，病院足严重。较早嘞，人家叫伊念阿弥陀佛了，食饱修行嘞，后尾时间，啊，哪有时间都念阿弥陀佛？迄是出家人在念的了，迄咱就念，我出家人会修尼姑在念的，咱普通人免念，不是咱念的，因在念的啦。我有一天起来，我就甲讲，你念阿弥陀佛哦，是出家人念，阿弥陀佛嘞。全全拢是在家人念的了，哈！无论在家出家，你都爱念佛呢。你来在家出家拢念佛的时啊，你就是佛啦呢。好，所以伊嘛是啊，等下这边死的时啊，去破病食礼拜啦。阿弥陀佛啦，你伫倒位哈？叫人家找阿弥陀佛啦。叫因家囝，叫因家囝来问我，老师啊，阮爸爸咧是是大人啊，咧找阿弥陀佛，唔知要对找哦。我阿弥陀佛叫去心内找嘛，伊都找无啦，找无啊！我开悟啊，恁爸开悟找无，阿弥陀佛找无你，啊！叫伊进来念，
叫念阿弥陀佛啦，吹无吹家己多啊，叫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吹家己多啊。嘿，等伊自己话啊，甲因母啊，甲因爸啊，甲因爸爸讲，啊因爸迄阵啊，吼，目睭金光，起条惊，吼，起条惊，那看鬼要来甲抓，那抓了起条惊，阿弥陀佛地念，嘿，三念四念嘞，直接就将困啊。困了怎啊？嗯，奇怪啦，阿爸去困哩，困哩到看嘞，登去啊，开灯呀，无着惊，得念得念得念，咩事啊？吹嘞，说下面，先念好嘞，都困哩啊，阿困哩怎啊走啊？无惊吓，咱人嘞一般会死个死了时哦，目睭真惊吓，啊，往生了吼，啊要惊新妇，阿爸爸爸再来过来，搞个阴爸灯呀嘞。我等家伙，我听我等家伙嘞，吼老师你安尼，我爸七十一岁尔，你要等家伙，我到本啊啦，七十岁到本啊，一般食到七十六十岁就真困难啦。恁爸等好，去阿弥陀佛做阿去啊啦。嘿呀，我爸就是安尼等去啊，今日起着惊，原来正礼拜拢唔惊，拢未惊，嘿安尼阿弥陀佛念念，怎困怎走呀？啊走嘞，伊安尼吼暗时嘞吼，遐惊伊孙仔得顾。修炼的时啊，好，都拢有这个看因爸呢，一日莲花，一日莲花足欢喜啊，那个对，啊笑眯笑眯眯的，好，所以一个人呐，在生啊，上好多是两种人，足有智慧的人啊，讲我听，伊会行会修，念佛，足无智慧的唔捌字的人啊，阿婆阿公啊遐吼，你叫念佛，伊就念佛咯。这两个拢会成就，这两种人会成就。啊，有诶，捌半桶水啊，捌两三句啊，你吼捌两三句啊，安尼吼，佛法听两三遍啊，安尼吼，两三碟啊，你半路切两三碟来了，伊讲到伊拢捌啦，伊逐项拢有啊，真侪迄种啊，你该讲无较谁，迄无较谁。所以念佛呢，毋是讲哦，我安尼捌两遍啊，安尼就念佛就有啊，吼，无效。毋着拢毋捌，师父阿讲，我就教你念佛。好，啊是讲我捌，我看经典，我就好我修，一定这人成就。所以各位什么神理性，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，国善中心历代祖先啊，甲东夏无缘主持者用灵顶，你的心内、脑海内时时有佛，心内阿弥陀佛，心内念阿弥陀佛。安尼咧，恁的心即时是佛，即时有啊，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恁就有法度随，一个念头马上就到。所以各位是往善知识，咱今日甲各位咧，就讲西方极乐世界这莲花，哈，即宝池面顶啊，哈，遮济莲花啊，哈，拢实现啊。各位恁若要等伊以后。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离开世间以后，等下第一莲花一大，莲花根各种的花，莲花根。第二呢，过来呢，波网网啊会发出这微妙的声音，吼、哦、啊，光影影声音。啊，过来道场的树啊，树啊，拢是各种的珠，迄、那个金银琉璃珠宝嘞，遐所成的。吼、哦，后来就是景象，遐个呢，极乐世界遮的人呢。哈，拢是一个非常的慈悲，哈，拢无互相相怨叹咯，相这嫉妒啦，拢无遐，无像世间只人哦，熬怨叹。啊，一吉祥叫做世界咧，就要食物件咧，拢自然就化碗嘛，是拢自宝金啊在做诶，看这偌奥妙。哈，这个直接咧，要甲各位讲个只咧，咱刷咧咧，哈，大会说法分。大会大大会，哈，佛言啊，哈，佛言，阿弥陀佛为诸菩萨声闻，了及诸天世人啊，讲说大教敷衍妙法之时啊，该以处事哈顺时大会以七宝。刚等七宝刚等，哈！佛初为诸菩萨，为诸菩萨声闻，及诸天世人啊，
哈、哦、算法，目不欣然，法色心得解悟，各随其主而有所得啊！哈、哦。即是四方自然，微风吹住宝树，作五百音声。何处诸宝华？哈、啊，天阶空中，吉兆下向，以成供养。既日对地，即自然乱风吹去，已是第一世天王。哈、啊，一世天王天，诸天人。其八千香花，八千音乐，自空而降啊！以供养佛及菩萨声闻之众，听佛说法，哈、哦！善助香花，哈、哦！造助音乐，已是第二道理天，道理天上，哈、哦！至欲界天，欲界诸天。以至第七梵天及三十六天，如是顶天诸天诸天人啊，各持八千香花、八千音乐，转向背向诸空之间啊，皆以哈，皆以前后处处景象开辟开辟哈，供养佛及菩萨声闻之众。听佛说法，善助香花，造助音乐，诸天人中，有未得须陀洹多者，有未得须陀洹多者，哈，有未得阿拉含多者，有得有未得阿罗汉多者，哈，有未不有未得不退转的菩萨者，闻佛说法。即心开意解，随所未得而住而住得啊！当初之时啊，喜人欢喜不可胜言，不可胜言。哎，这佛呢，就是讲阿弥陀佛哈，阿弥陀佛的大愿力，大愿力嘞，开始嘞，阿弥陀佛伊就开辟开创。想叫做世界的净土，哈、啊，开辟想叫做世界净土，哈、啊，以后呢，哈、啊，所以以所有的净土拢开辟完成以后呢，哈、啊，就开始说法，哈、啊，开始说法，好、啊，那像现在呢，咱的天上呢，甘露啦，发悟甘露同款，来开始的要为佛的说法呢。所以阿弥陀佛呢，这庄严净土庄严以后呢，开始要为所有菩萨声闻呢说法。所以叫这个大会说法分。阿弥陀佛，哈、啊，阿弥陀佛呢，为诸菩萨声闻啊，对十方世界啊，往生对十方极乐世界这诸佛啊，这菩萨。声闻，哈、啊，甲诸天神啊，上善人啊，诸天的人民啊，天顶的人都着，好、啊、开始公宣大教，哈、啊，要说这大法，唔是小小的教鸟，唔是讲哎呦，阮家有鸟啊啦，有鸟鼠啊啦，阮家有什么什么狗啦，什么阮家大水拢唔是讲去，讲咱的心灵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心灵的世界是安尼庄严起来。就阿弥陀，一所发动比丘了，一所有一切哦开悟的境界了，要讲给诸佛菩萨声闻顶，甲诸天世人呐、啊，世间的人，诸天的人，诸天世人，世都是世间的人，天顶的人，世间的人啊，拢要来了解的，讲说，讲真真正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到未来，大教敷衍妙法之时啊，就是讲要来。演即即叫做演化，即个妙法啦，各种阿弥陀啦，伊所开悟、所创立即、這个即、這个法啦，哈，即、這个想叫做世界净土的庄严啊，好、哦，开始要讲佛知影。
该伊顺序啊，顺序大会伊七步工程，拢是照顺序啊，大会，哈，这大会啦，这七步工程，七步工程啥？七步工程呢？金啊，哈，黄金、白银、琉璃、车骑、珠宝、马路，哈，这七步明珠啦，七步所起成的，这个工程。咱这啥，铁金啦、啊、吼，阿摩陀啦、钟啊啦、沙啦、茶啦，咱这工程是这个起的。好，但是西方叫做世界工程啊，唔是安尼起的。哈，初为吼佛啦，初为诸菩萨声闻及诸天世人说法，那呢就叫做佛啦，法藏比丘，开悟了以后呢。开始初初呢，要为这呢，诸天这叫做诸菩萨啦，众菩萨声闻的地主，甲诸天世人啊，世间人要说法说法，哈，目不欣然，啊，发色心地，我解过，所有这菩萨呢，哈，要听阿弥陀来这讲经的事，说阿弥陀要讲经的事，非常欢喜。真正简单听到嘛开悟，未听到嘛开悟。啊，咱工程起好的时，哈，起好的时啊，咱只工程起好，迄当时啊都六月十九，好，真正要紧的落成外面起起啊。落成的时啊，都开始诶，我第一届啦，上台啦，好，上上法座啦，要讲这阿弥陀经，开始小法会惊。吼！但是伫讲要讲的是啊，看到这十方法界这诸天人民啊，吼，这来加持啊，这个景象呢，甲即摆来在脑海内呢，要不未当放下去。所以伫刚等开始的时说法是，诸佛菩萨给我的信心啊，迄、那个信心啊，确实是真大信心。一般啦，学校上台讲话，简简单单讲就算。但是这说法啦，说这佛法啦，唔是各位几个人在听，几十个人、几百个人听，法界拢安尼听这个法。那是今日咱家一个超度，所有在座连坐咧，连坐上九贤七祖，这下子拢嘛是拢坐在这听经，连坐上都听经。好，那么阿弥陀佛啦，好，这里将这个妙法。要说给大家听，哈！释迦牟尼佛开始阿弥陀佛的净土了，这个国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这么好。那么啊，这介绍大家知了以后嘞，阿弥陀佛开始的，伊就个妙法宣法啦，要宣讲和所有的菩萨声闻啊，诸天人民啊，会当要来了解这个法，所以双方呢，拢是非常欢喜。上帝都等下呢，比如讲今日我要讲这个法，你一定爱欢喜听，我来讲，你也听就听下入面。若是你讲我欢喜听，听下入面；若是两个都无欢喜讲，无欢喜听呢，无欢喜讲的时啊，根本都讲听袂入面。这都扎过扎啦。那最近一个信做徒弟，你要做徒弟啊啦，啊伫三月二六嘞。三月二六个是老祖生日，好，迄天要办皈依的，我特别交代红某某你爱来皈依哦。伫台北落来，啊，落来就落老熟啊，猛看，啊，都穿个啪哩，啊，都完了有钱贪官，好，啊，都个个啦，官官啦做过啊，你省官做官过啊，好，啊，都世俗化者啊，那有啥？哦，好，我迄天呢，好，我做工落来，落来嘞，我大地主。贴贴表好天，今日去办皈依，啊好啦，贴咧，头前贴，后山选出来，后山选你也找无人啊，啊找无人诶，啊皈依山，啊佫无偌久咧，咱个大欢喜已经办开过，啊佫去啊，我红啊你啊，你迄天我咧找你啊，都皈依时间到你啊无？无啦，皈依我都袂特别食海产啊咧，海产袂用食，啊啥袂用食咧？我也无叫你卖食啥，好，皈依就做佛做道，底下做老做道的，啊好啊念佛啦，
卖啦，阿拜嘞啦，我较清口嘞，较轻盈嘞啦，我好啊。嘿，久无老久爱卷啊，脚开始无力，腰脚疼，这八条嘞，哦，这八条嘞，好开始嘞，腰脚无力，走去台北嘞，精神病什么中心病院啥病院啊？医生甲我宣布讲，迄都无效啊，好无效，吼、哦，什么生癌？哦，无甲医。啊！再个刷伊个店家，是个找我，个刷伊店家，结果呢，较少呢，他都，哎，入喉腺有问题，啥问题？你验又验无病，但是爱用钢个，即用钢个来钢大分子嘞，要求我甲伊，哈哈，迄个时阵老师伊嘞，我过瘾啦吼，老师啊，好啊啦，我一定袂，我袂爱走啊，我袂爱走，我要做徒弟，我贵啊，我你当然袂走啊啦，你五六个用钢个，碳加钢个，你走倒去？袂走啊，冇要紧啦，免皈依啊，袂走啊。好啦，我皈依好啦，我好啦，无十一月十七，正看会到位无？十一月十七，咱一年皈依两届嘛。好，所以开始，咱就好加加这多啲咧。咩讲啊？你就爱好啊，爱皈依啦，爱咧，结果嘻嘻哈哈。好。所以咱咧要听经闻法啦，爱有双方有欢喜心，才会契入。那无咧是无可能。哦，各随其主啊，而有所得。依照个人的这叫做天资聪明，所讲的法啦，所得的无相像。哈。即是四方节，这个时阵啊，四方迷王吹啊，波球百五百音声。那是现在了，开始我咧讲大法说法，大会说法，阿弥陀佛啦，开始为所菩萨说法的时啊，现在开始出日头就落大雨，天顶就落甘露来，现在这里庄严这水，你看这里就这，好，天顶在落雨。好，天顶的落雨嘞，遮水遮多，好，咱先甲看嘞，那是珠啊，天顶的落这个金银琉璃的，你对多少款？好，今日讲到这个分啊，到这分的时啊，这个这样的姻缘这样的好，好，所以阿弥陀佛的当时啊，要为诸佛菩萨、诸菩萨的说法的时啊，都已经啊，这风呢微微都吹来啊。这风吹来的就百种的音声，哈、哦，个百千万这种的音声嘞，哈、哦，佛处珠宝华停结佛陀，这火啦都停在半空中，其后向下一声供养啊，啊，然后嘞，对地渐渐降落来土下，那现在嘛是莲花对天顶降落来这个。现在一莲花啦，对天顶降落来。哈、哦，以前就讲对的啦，即自然暖风吹起啊，即自然暖风，哈、哦，然后有只风就较吹起啊，那吹起啊，伊是第一。四天的第一天、第四天呐、啊，即落欲界天呐、啊、欲四天呐、啊，天龙天呢、诸天人呐、啊，这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、第一天个第四天家嘞，家天人呐、啊，都提几啊八千种的花啊，八千种花啊，对天顶都降落啊，好，对天顶降落，好来生供养。好，甲菩萨声闻众啊，好，依旧用这菩萨声闻之众听佛说法来，拢来听佛说法。那么现在呢，来诸佛菩萨啦，诸天人民啦，嘛是的天人啦，嘛是同款已经来伫世间啦，好来凡间呢，对天空而降，来听这个经，好，听了这个法，听佛甲咱说的法呢。好，这非常殊胜。啊，诸佛之间以供养佛，哈、啊，及菩萨声闻之众，听佛说法，听这佛说法，
哈，散诸香花，散各种花啊，哈，造诸音乐，造各种的音乐，哈，伊是第二道理天，第二道理天呐、啊，上至欲界诸天呐、啊，上至欲界诸天，伊是第七梵天，第七梵天，甲三十六天，第三十六天，说第一天甲第三十六天呐、啊，诸天呐、啊，如数定天呐、啊。诸天人，那像遐日这遐个这这，而遐个这天的人呐、啊，天人呐、啊，各是百千香火啊，拢摕遮济香火啊，百千种的音乐。好，咱啊，你甲听，刷到有咱的咱的天顶啊，你落雨了，你水甲听音乐，叮叮咚咚，叮叮咚咚，这个打击乐器，打击的乐器。好、哦，有诶呢，你甲听这音乐呢，你听呢，感觉愈听愈好听。有当时啊，我着点点来落雨，点点水啊听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三一滴音片水，我好好去听，听我什么型诶？你水啊听是足好听诶，听咱心就袂乱。哈、哦，各时把就响开个音乐呢，啊，转向哈，这个转向背心主空之间，然后呢，那音乐对天顶之间来。该以前，该以前后，处处经常开拼，哈、啊！以前后的顺序啊，来讲这法，供养佛这法啊，天神护法，因拢会降这音乐落来，这火降这火来，哈、啊！来供养，供养佛，供养阿弥陀佛啦，供养阿弥陀佛，甲供养菩萨声闻之众啊。天神啊，遐菩萨都降下来吼，来供养，正文之中，佛说法啦，听这佛来说阿弥陀佛来说这法，哈，散诸香花，然后咧对天顶散正一些香火来啦，哈，造各种音乐，哈，诸天人中啊，有未得许多法者，诸天人民之中啊，诸天人要未得到清净诶。心灵要未得到清净诶，或者要未得到啊，更加清净进一步的清净诶，阿罗汉之清净心诶，或者未得这清净心的，要有无得到罗汉果诶，拢有。有遮济诶，即个诸天人民啊，好，嘛有这未得即个不退转地菩萨。毛这已经修甲，未过倒提倒大莲花，未过倒提落来，这菩萨毛有啊？毛这即个，菩萨啦，已经修甲不退转，已经不退转，特别到佛的境界啊，已经要到佛的境界啊。好，有这样的啦，无像咱三波世界啦。好、哦，要听几下咧？好、哦，要有得到这条都清净心咧，这高位的啦，哈、哦，这人啊，确实无简单呐、啊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有这样的，一般上善人、诸天人民，一天的到三十六天的，所有的一天到三十六天的诸佛菩萨啦，遐三十六天遮菩萨啦，声闻等等啊，拢来听阿弥陀佛来说这个法。今日因缘非常的殊胜，哈！但阿弥陀经诶，拄啊咧，你讲到都圆满，哈！这里叫做莲华献佛的时啊，哈！拄啊开始啊，阿弥陀咧要为大众说法大会，要说这个法的时啊，好说法啊。所以啊，这里这诸天咧，第一天到三十六天，这些天界这天王啊，哈，天人啊，拢体会，好音乐。来赞叹，来供养佛、供养菩萨。好、哦，在闻佛说法啦，我听了佛啦，好、哦，这个阿弥陀佛啦，还说这个法，心开意界，心开去啊，啥子心开意界咧？执着的心。好，放下一切执着的心，放下世间啊一切名利贪嗔痴啊，放下这些执着的心，
意的，咱意念，咱原来人是安尼一集呢？咱的意念意，弄咱意头壳想的一集。我很恨你，我好爱你，我一定要得个丢，我一定要拼赢你，我一定要甲你拼好多，我一定要拼完个是娶，我一定要甲你赢，一定要娶着你，一定要争取着你甲娶。大项你等意，咱只要意，我一定就要安怎？这是人的缺点，好、哦，所以咱这个意啊，这个意念啊，真厉害，意念真厉害，一个意咧，甲咱接条诶，意咧拢是家己所想诶了，意是家己所想诶了。一般咱的意啊，咱的意念啊，拢意头壳所想诶，拢是偏激，干呐我无别人。咱心中是三无世界，这点爱心主义。咱一旦有人地呢，咱的意念，咱死了后，咱的意念存在，意念死了后呢，咱的意念啊，哦，我这意念，大行你都要提个掉，大行人拢是你的，拢是咱的，好、哦，我得袂到，一定要得个掉。咱的意念，所以咱的意念死了后了，咱嘛就是意，这是足严重的问题。所以啊，咱眼逆皮下心意，好、哦，所以咱的意啊，往往会让咱做罪恶。一个现在社会，拢来投胎伫世间，大家拢是阿弥陀佛化身来。但是无量劫以来咧，转生轮回，转生轮回一直轮到现在这个现，啊，所以咱拢记得脑海内，顶世人诶，你记掉咧，过去的记掉，你一直接，啊，无听佛经的解说，讲一切所暂时所记的迄个，你这个脑海内，迄个暂时的过都过啊嘛。比如讲，咱。我今日做啊足忝的，我等下困了，我困了，我足困话，我能困的。明仔起来忝袂起哩啊！你嘛讲袂出忝，若是今日呢，我做一件违背良心的代志啊，我永远一定时时会记哩，明仔嘛会记哩，后日嘛会记哩，一定逐工拢会记哩，叫做意，好，咱意念。所以咱所做的代志啊，你若用头壳记的时啊，咱一定就痛苦，爱用心记。但是啊，咱爱一点用哦，我都痛苦，我安尼灰灰人来做做，我歹甲收，无可能的代志，无可能的。咱一旦违背着良心的时啊，违背社会，吼、哦、做了一个恶业的时，恶事歹代志的时啊，你无去收。边啊，辛苦何发神？你的祖先啊，辛苦边一定记的。你的何发神在边啊，一定记的。好、哦，你的指导神记掉咧。天理天神天良八部何发一定记的。好、哦，所以咱这记忆力啊，你再怎么咧，你若无记煞，你讲哦，我认为我无记，无可能。当你静静的时啊，你好啊，神将你这咱违背良心的代志，但乎你听，乎你记，头脑海来记掉，一定甲你记掉，乎你切袂掉。伊后尾落地搞才来算。咱的守护神呢，天神呢，天龙护法，天龙八部护法啦，伊已经甲咱记咧。不管是的话，等你脑海来，你当作哪想，你暗时困，你就哪想，嘿，免惊未？啊，免惊未想，未想着。所以咱所想的代志，啥人给咱的呢？啥人给咱想的？咱的祖先是大人，阿公阿妈阿祖阿太，时时的甲咱提醒。你秘密就会咧，嘛是照常嘿艰苦。明仔阿妈阿爸阿妈的事啊，你嘛照常艰苦，你走袂离啊。所以有一个小朋友哦，伊也唔读书啊，爱耍。我小朋友啊，你不要玩了啦。
因为你看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到棉被里烦恼还没有减少。我你困你就不会洗，不尬掉啊，烦恼有减没有？没有啊，照常跑进来。哇，对啊，你吼你烦恼照常米就回来对啦。你跑到厕所就靠厕所，你就靠多余的就靠多余了，好痛苦哦。对啊，老师你怎么知道？我老师有痛苦过嘛？所以我嘛知啊痛苦啊，所以你们不要制造痛苦哦。一个很一个小朋友，足恐怖啊，好恐怖哦！我走到哪里追到哪里，哦、所以囡仔对这个意啊，咱每个人赶快，大人我要啊，我的钱在放掉啊，饮酒醉啊，我了歹插味啊，我哪可能啊？我跟你讲，咱饮酒醉头脑清，你要好啊，神对牛逼，你嘛走未去，赶快。意念也要准呢，所以佛啊，阿弥陀啦，哈、哦，开始为着各位说法，才说了咱拢会讲阿弥陀佛所讲的法，非常殊胜啊，哈、哦，所以阿弥陀佛啦，说这个法的是所有的菩萨、阿罗汉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声闻弟子等等啊，因听了心就开啊，心就开去啊，心开就是智慧开啊，意就解开啊，意就解去啊。哈，虽所未得而得而住得之啊，过去各位啊，拢无得着，无听着，无得着，都得无着嘞。现在拢已经有得着。现在这个日头出这光，好、哦，给咱加持，给咱赞叹阿弥陀佛所讲的法。阿弥陀佛的所得个所说的法，伫天界、天灵佛、法界，已经给咱好赞叹，给咱加持。好、哦，当初之时啊，释然欢喜不可胜言。现在这时阵啊，你唔知有看了，在我心眼所看的诸佛菩萨啦、啊，非常欢喜，直接咧加持，各位听经闻法，念祖上家咧，祖先呐、啊，和英灵啊，嘛是非常的欢喜，得到佛的加持加庇啊。各位十方圣地圣，各位听经闻法，念祖上，家咧当上历代祖先。九行七种，你今日住在参加这天文发挥听这文法以来，甲今日你所得到的诸佛菩萨的天人圣像加持啊，好、哦，今日是最欢喜的一天，好、哦，希望呢，明仔开始的继续呢，去继续啊，静心呢，把甲心拍开，好、哦，甲心拍开呢，啊，将佛啦。好、哦，所开始的呢，好、哦，咱呐啊，一一的对咱的心，好、哦，咱的心啊，会当拍回各位过去生生生世世，好、哦，不怨万恨万道，好、哦，不执着，好、哦，烦恼，好、哦，摆脱惊吓，颠颠倒倒梦想，这呢，好、哦，一当给各位嘞。自今日开始咧，会当扫掉去，会当听到阿弥陀佛咧，伊在咧出去咧为大众说法啦，遮妙法啦，会当吼，即、哦這个各位的心的乌影，照到现在这时阵啊，佛光的普照，将恁心内乌影咧，甲扫掉去。那安尼咧，恁呢真紧都已经我都证到无上的菩提果。啊，在此呢，祝福各位哈，会当早日开悟，早日证到无上的菩提。